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ألف لام ميم راي 这些是天经的结文从你的主降世你的经典却是真实的但众人大半不信真主建立主天而不用你们所能见的支柱然后他端坐在宝座上制服日月使其各自运行到一个定期他处理万事解释迹象以便你们确信将来与你们的主相会他展开大地并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和河流他把每种果实造成两性的他以黑夜覆盖白昼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却有许多迹象大地上有许多临近的区域有葡萄园有庄稼有椰枣树其中有两株同根生的两株异根生的这些都是用同样的水灌溉的我却使这一部分果实比那一部分果实佳美对于能理解的民众此中却有许多迹象如果你感到惊讶那么他们的这句话才是奇怪的当我们变成尘土的时候我们必定要重新受造吗这等人是不信他们的主的这等人是要带枷锁的这等人是居住火域的他们将永居其中在恩惠降临之前他们要求你早日昭示惩罚许多惩戒处罚在他们之前却已逝去了众人虽然不义但你的主对于他们却是饶恕的你的主的惩罚却是严厉的不信道者的说为什么没有一种迹象从他们的主降临他呢你只是一个警告者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引导者真主知道每个女性的怀孕和子宫的收缩和膨胀在主那里万物是各有定量的他是全知幽冥的是伟大的是崇高的你们中窃窃私语的高谈阔论的隐藏在黑夜中的出现在白昼的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每个人的前面和后面都有许多接踵而来的天神他们奉真主的命令来监护他真主必定不改变任何民族的情况直到他们变更自己的情况当真主遇降灾害于任何民族的时候那灾害是不可抗拒的除真主外他们绝无任何保护者他是以电光昭示你们以引起你们的恐惧和希望并兴起密云雷霆在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众天神因为畏惧他而赞颂他他发出霹雳以击杀他所抑郁者他们为主而争论而他是有强大谋略的真实的祈祷只归于他他们舍他而祈祷的偶像一点也不能答应他们的祈求但他们好像一个人把两只手掌伸向水中以便水打到他的口中其实水绝不会达到他的口中不信道者的祈祷只是在迷雾中凡在天地间的万物都顺服的或勉强的为真主而叩头他们的阴影也朝夕为他叩头你说谁是天地的主你说真主你说难道你舍真主而把那些不能自主祸福者当作保佑者吗你说盲人与非盲人是一样的吗光明与黑暗是一样的吗他们为真主树立了许多伙伴
难道那些伙伴能像真主那样创造万物，以致他们分辨不出两种创造吗？你说真主是万物的创造者，他却是独一的，却是万能的。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一切沟壑就尽量流行，山洪载着浮渣，他们为制造首饰和器皿而融化的金属，也有同样的浮渣。真主如此阐明真味，至于浮渣则被冲走，至于有益于人们的东西则留在地面上。真主如此阐明许多比喻。已经答应真主的人将受极美的报酬，没有答应真主的人，假若大地上一切都归他所有，再加上一倍，他们必定都用来做赎金。这等人将受严厉的清算，他们的归宿是火狱，那床铺真糟糕。从你的主降世，你的正是真理，难道认识这个道理者跟盲人是一样的吗？唯有有理智者才能记住，他们是实践真主的盟约而不加以破坏盟约的，他们是接连真主命人接连者的，是敬畏他们的主，畏惧严厉的清算的。他们是为求得真主的喜悦而坚忍的，是谨守拜功的，是秘密的和公开的分舍我所赐予他们的财物的，是以德报怨的。这等人得吃后世的善果，常住的乐园，他们将进入乐园。他们的祖先、妻子和后裔中的善良者都将进入乐园。纵天神从每道门进去见他们，说：“祝你们平安。”这是因为因坚忍而得到的报酬，后世的善果真优美。与真主缔约然后加以破坏的，断绝真主命人接连着在地方上进行破坏的，这等人将被诅咒，将吃后世的恶果。真主使他所抑郁者享受宽裕的给养或窘迫的给养，他们因今世的生活而欢喜，然而今世的生活比起后世的生活来只是一种暂时的享受。不信道的人们说，怎么没有一种迹象从他的主降临他呢？你说真主必定使他所抑郁者误入迷途，必定使皈依他的人走向正路。他们信道，他们的心境因纪念真主而安静，真的一切心境因记忆真主而安静。信道而且行善者得享幸福和优美的归宿。我这样派遣你去教化一个民族，在他们之前有许多民族却已逝去了，以便你对他们宣读我所启示你的经典。他们是不信至人主的，你说他是我的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我只信托他，我只以他为依旧。假若有一部《果兰经》可以用来移动山岳，或破裂大地，或使死人说话，他们必不信它。不然，一切事情只归真主。难道信道的人们不知道吗？假若真主抑郁，他必引导全人类。不信道的人们还要因自己的行为而遭受灾殃，或他们住宅的附近遭受灾殃，直到真主的应许到来，真主却是不爽约的。在你之前有许多使者却已被人嘲笑了，但我对不信道者缓心，随后我惩治他们，我的惩罚是怎样的呢？
监视每个灵魂的谋求者，难道像那不能监视的吗？他们为真主树立了许多伙伴，你说，你们指出他们的名称吧，难道你们把真主在大地上所不知道的告诉他吗？不然，你们据福祉而称他们为真主的伙伴，不然，不信道者已为自己的计谋所迷害了。他们被阻挠而不能进正道，真主欲使谁迷悟，谁就没有向导。他们在今世将受惩罚，后世的惩罚却是更严厉的。他们绝无任何保卫者以抗拒真主。以应许敬畏者的乐园，其形状是这样的。那夏林柱和其中的果实是永恒的，其中的阴影也是永恒的，这是敬畏者的报酬。不信道者果报是火狱。蒙我赏赐经典的人喜欢降世给你的经典，同门者当中有人否认这经典的一部分，你说，我只奉命崇拜真主而不以物配他，我只号召人们崇拜他，我只皈依他，我这样把他降世为阿拉伯文的智慧，在知识降临你之后，如果你顺从他们的欲望，那么你对真主的惩罚绝无任何保护者，也绝无任何保卫者。在你之前，我却派遣了许多使者，并赏赐他们妻子和儿女。除非奉真主的命令，任何使者不能昭示迹象。每个期限各有判定。真主任意的勾销和确定经典的铭文，在他那里有天经的原本。如果我用来恐吓他们的惩罚昭示你一点儿，那会使你满意，那么我将使你受终，那么你只负传达的责任，我自负清算的责任。难道他们不知道吗？我到他们的地方来缩小他们的边境，真主自由判决，任何人不能反抗其判决，他是清算神速的。在他之前的人却已使用计谋，但一切计谋只归真主，他知道每个灵魂的谋求。不信道者将要知道今世的善果归谁所有。不信道的人们说，你不是使者，你说真主足以我和你们之间的见证，认识天经的人也足以我和你们之间的见证。